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呱呱。上期我们砍了树，挖了矿，还找到一个风水宝地，那就在这儿准备安家啦。呱呱，你左手拿的是什么？鹦鹉螺呀。有什么特殊作用吗？有啊，能吹呀。小螺号滴滴的吹，海鸥听了滴滴的飞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风，吹呀吹呀。你还是干活吧。干嘛不让人家唱歌？小僵尸。安家啦，呱呱，你左手拿的是什么？鹦鹉螺呀。有什么特殊作用吗？有啊，能吹呀。小螺号滴滴的吹，海鸥听了滴滴的飞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风，吹呀吹呀。你还是干活吧。干嘛不让人家唱歌？小僵尸。有个鱼竿，还有颗绿宝石，不错，不用愁吃喝了。箱子里还有啥？几个腐肉、小麦和煤。等彩虹桶修好了房子，咱们在后院修个菜园子。可以可以，我现在就去钓鱼。